Parking Girls 双高三女，扭身是宝马。大家好，我是 Sparkling Girls 的 Tasha。 今次是我第一次揸宝马的车，我自己就觉得个位置挺舒服，还有它的音响非常之好，所以我来听歌就一流了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Annie。 今天呢是跟我的 Sparkling Girls 的两位姐妹们一起坐这一辆很漂亮很可爱的小宝马一起出来玩。它的外形非常的漂亮，是红色的，非常的适合女孩子。Hello， 我是 Sina。 咁咧，其实我自己咧都学紧车嘅。咁我头先咧坐呢架车就感觉咧呢架车好轻巧啦，即系好易操控啦。觉得如果女仔揸呢架车嘅话，咁头先我哋都一路咁样坐过嚟好远嘅距离咧，感觉佢坐嘅位置咧系非常之舒服，同埋咧唔会感觉好摇啊嗰啲咯。Parking Girls 个个学历高，而且身形高，难得三位都赞坐得舒服，可想而知车厢系几咁阔落啦。118iA 除咗承继宝马一贯嘅豪华，同埋一系小巧灵活嘅优点之外，呢部 Sport 版性能上都好优异噶。170匹马力，250Nm 扭力，喺同级小巧揭背车之中，规格算系中上噶啦。而且可以转 Sport 同埋 Sport Plus， 提升引擎波箱反应以及整体操控感。火红车身加出色操控，啱晒迎接动感夏天嘅来临啊！